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老六有看到一则留言，相当的有趣哦。他们说，老爹啊，这个僵尸侠、哦、可以穿我们的这个野性套装，可以增加哦这个打比赛的速度哦。那么老爹也想要试试看野性套装的僵尸侠，伤害是不是能够打很高哦？好，没问题，直接解除。然后直接重生，完全没问题。好嘞，野性套装卡组，野性，我们要以攻击力为主哦。好吧，好像只有这一件比较好啊。好来，第二件，怎么没有攻？好，攻击攻击趴，再来，攻击攻击趴，没问题，还是要一点速度哦。而且我没有攻击攻击趴了、哦、好，这件我们就选速度，疯狂身心，我们第二件来见。爹，当年您的拳不够快，更不够狠，不过您放心，有我在，霍家拳绝不会再败在他人手下，我一定会做到天经地义。好，没问题。各位观众，刚刚那个就是很多人问老爹天经地义的由来哦。你们不要问我啊，为什么原版叫做金门第一，我把它改成天经地义啊？因为我开心啊，各位观众。好嘞，那么老爹已经把这个僵尸侠野性套装已经强化到80了，然后都六颗星，感觉不太够啊，我们强化到90好了。好嘞，攻击力38.5万，比原本差不多低了10000左右哦。不过没关系，伤害应该变高了才对。好嘞，老爹啊很喜欢看电影哦，所以老爹的影片常常穿梭着这个各种这个电影的这个台词啊，这个我也没办法，因为老爹从小到大就很爱看电影啊。老爹的老婆啊跟老爹交往之后啊，本来很爱看电影的都变得不爱看了，因为我每天都找他看电影啊。好，我们先挑战第10名的孤星泪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。好嘞，各位观众，僵尸侠配上我们的野性套装之后，究竟变得多狂妄？我们的二郎砍了6个2，造成3只内伤。我们再来，何家庆造成510万伤害。好，对面的西岛赶快聚聚啊！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好，对面的二郎520万伤害，再来，菠萝蜜198万，好家在啊！老弟的细老高啊，身体相当的硬朗哦，我的细老高身体相当的硬朗，你打不掉我的细老高，我们再来。细老高开了一个吸，对面的细老高无动于衷，好，也开了一个吸。现在是6打5加1的局面。我们准备 round 2了。
好来 ，Round Two， Fight！ 老弟的二郎踢了五个，对面的西道高已经不行了。何大去？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没问题，对面只剩三只角色，我们还有六只啊！你，我们还有五只。僵尸侠砍了一个僵，造成100万伤害。没问题，对面的菠萝蜜直接把老天的西老高带走了，老天的西老高也不行了。对面的僵尸侠打了230万伤害，相当的强悍。好，老天球棒投了两颗球，现在来到4-4的局面。哦，独角山砍了一个毒。我好像不太喜欢打孤星泪，每次打他都打好久啊。好，再来，老弟二郎砍了三个二，造成三只内伤，没问题。僵尸侠再次站了起来，造成210万伤害，果然野心套装就是这么狂。好，菠萝蜜410万伤害。应该快赢啦，不要再拖戏啦。这个真的打好久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啊，我们直接跳过啦。应该是稳赢的才对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再来。我们挑战第四名的破坏之王。来来。破坏之王是吧？破坏之神在这里啊！来，老弟二郎砍了六个，造成360万伤害。仕方のない。何だけ？造成460万伤害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再来。对面的二郎，470万。球棒一个反击。其实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老爹在想啊，闪光出了之后，我势必要还原一只哦。我一直在球棒跟这个 King 哦中间做选择哦。到时候不管老爹选择哪一只啊，不要怪老爹啊，因为我要练闪光啊，一定要重生一只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好，再来，先来到5-3的节奏。坦白讲啊，我觉得僵尸侠哦，穿这个野心套装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差哎，好像也没什么差、啊。好了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我们再来挑战第三名的阔鱼马斯。好嘞。没问题，老弟的僵尸侠伤害相当的高哦，野性套装真是不一样。对面的屁还放了三个屁，我们的二郎一个追击，钢铁骑士钢了六个，造成四个崩坏。好，老弟的二郎踢出500万的伤害，完全没问题。春卷大力点。2000万啊，不过他都自爆了，搞毛啊！你打了2000万，但是自爆也没用啊！哥哥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2000万伤害啊！哦，僵尸侠砍了一个僵，没问题。结束比赛，2000万哎、欸，这搞什么鬼东西啊？我们再来挑战第二名的阔鱼老公，没问题。好来，对面的钢铁骑士钢了六个，二郎一个追击造成内伤，老弟的二郎造成430万伤害。
喝一口。好，存钱，大力点，790万，不行啊，刚刚那个2000万啊，要直接带走。现在4-5的局面。好，僵尸侠，200万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200万僵尸侠。好，老弟的僵尸侠跟他的僵尸侠都趴下来了，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趴着睡觉啊？还拿着手枪啊，靠腰啊，手枪不会掉下来。细老高开了一个细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5打3+1的节奏，对面的细老高戳了一下。好，老弟的二郎，250万伤害，对面只剩一只独角兽啊。这个时候，野性套装就展现了效果，就可以打得很快速哦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老弟的僵尸侠又躺下去了，他的僵尸侠也躺下去了。僵尸侠就是来睡觉的，各位观众啊，完全没问题。好了，5打4+1，应该不用看了。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最后我们挑战我们的二郎。来，各位观众，靠腰，他放了一只阔鱼，哎，好，没问题。我的，老弟二郎开了6个，再来。仕方のない。喝下去，造成360万伤害。对面的二郎670万，没问题。老弟球棒一个反击，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120万伤害。好，对面的僵尸侠76万，我们继续。菠萝蜜敲了一拳，球棒一个反击，二郎一个追击。现在来到5打5的节奏，我的 King 根本没有出到招，哎，靠腰。好 ，Round Two Fight， 老弟的二郎造成300万伤害，我的二郎不屈了，靠腰。对面的二郎380万伤害啊，僵尸侠靠你了。没问题，哎呀呀，剩一点点啊，你剩了一点点，你在干嘛？好，对面的僵尸侠造成150万伤害，老弟血好高，已经驾鹤归西了。2打5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输掉了。King 没有开到大招，哎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把输掉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 King 刚刚没有开到大招，哎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啊。他放阔鱼，我们放大象。好，没问题，再挑战一次试看看啊。怎么突然又打不赢二郎了，各位观众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老弟的 King 有没有办法开到大招啊？老弟二郎开了6个，我们再来。有，喝大 King， 造成370万伤害。没问题，对面的二郎造成630万伤害。这样看起来啊，老爹可能要还原的角色，可能真的是 King 啊。我一直在 King 跟球棒之间做选择啊。可是我觉得 King 越来越不够力啦。好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4打5的局面，对面的独角兽已经 GG 了。4打4应该还有机会才对啊。好，再来。老弟二郎砍了3个，没有踢掉半只啊，靠腰。然后我的二郎不屈啦。对面的二郎420万，
老弟的二郎GG啦，好，对面的二郎也GG啦，感觉有机会啊，怎么输的？僵尸侠开了个僵，现在来到三打二的局面。哎呀呀，我的独角兽被带走啦，难怪输掉啦。好，老弟的球嘛，开了一球。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奇怪啊，这怎么输啊？哎呀呀，被菠萝蜜踢掉的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么老弟啊也只能期待闪光出来之后再改变局势啊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最后竟然打赢了，我的。